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斗阵来讲讲》，我是陈生。今天咱们继续来看从阿段来的穆桂英下南洞，咱顶一回看到带兵来地中山，两只敌人的呼延庆兄弟两个，伫咧地中山的山卡拄着呼延庆，即派去县县国探亲的高进，对于呼延兄弟啊，出来知影敌人所做一只歹代志。这高进啊，打算要先偷偷的将宝锦给救出来，然后再跟呼延庆来应外合，强迫地龙山将这敌人给掠倒去京城。当高进啊找到宝锦，诶，带着伊马上要离开这山寨时阵，这敌人啊发现家己做一只歹代志，已经拢慌知影了。高进啊将这个宝锦救起的这代志，然后伊才带兵啊。来对要来抓人，那在这个时阵，这呼延庆啊，单枪匹马来解救。哎，当然讲，因为人遐少，肯定是打袂过遐尔侪人啊。所以呼延庆等人是毋是等人啊？对遮遐尔侪士兵的包围当中，平安的离开呢？哇，这故事是愈来愈紧张啊！这公公先已经准备好了，咱到底呐来去听一下。从下个介绍，民工穆桂英下南洞，这个评书故事的第24回。也咱顶声讲到，高进逼走了狄固兰以后，马上就去后山将包大人甲王朝、马汉、敖丹霸，因四个人拢甲解救出来。啊，当因行来到最后一道闸门的时阵，狄龙甲狄虎兄弟两人也带着李龙山所有的贼兵。在伫咧后面是愈接愈近，即人讲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就在这危急的时刻，中孝王呼延庆也真及时的赶来到因的面头前，一见到高进的面，呼延庆就讲：“大哥，是我，你赶紧保护包大人落山，这阵乌合之众，就让小弟我来对付就是。”话一讲完呢。呼延庆双手一僵，就让出来一条路，然后叫高进带包大人先落去山外军营等。随后，呼延庆将手来更变一摆，迄几两个人就拿枪是一张大枪安尼，站去饭店的路中央，对李龙山的这阵土匪阿兵大声话讲：“看，恁这阵做不良，你个小贼寇，想！”哪敢阁向前一步者？本王定要叫你死在我的手下做鬼！啊！当枪点伫咧头前的几个山贼啦，就看到这个乌骨大虎的呼延庆了。迄念当时啊，煞惊到几两个后脚也拢食酸软去。啊，看因大个拢是惊到嘴啊开开，目睭白甲只大无泪。安尼，你看我来，我看你，想。也唔敢搁再向头前冲过去。话讲这个时阵，跟伫咧后面接过来的敌人，就拍马来到呼延庆的面前，安尼轻呱呱的甲问讲：“呸！你是什么人？也敢来李龙山上事？”呼延庆轻轻的应讲：“本王乃是大宋朝仁宗皇帝驾下中孝王呼延庆。”什么？啊！这面头前的这个人，竟然就是曾经大闹东京汴梁城、威震四方的中孝王呼延庆。当狄龙一听到呼延庆的名字，是差点不把就为马顶栽落去，心内暗暗啊在想：跳吧，跳吧！你这个废物，我叫你去京城送诏旨，还无想到。你说甲我引来了一个凶神恶煞，来李龙山来甲我作对。你这个唔正经，真正是死鬼两个无放过赛鬼大队。我今日真正去和你害死。嘿，这看来李龙山这个所在是保不掉啊！我狄龙必须着另谋出路，想保下身家性命要紧。嘿。
是啊，面对着何应钦不努力为的艰辛，狄龙也知影伊家己的实力有几斤几两。小冷静了淡薄仔久，这个高骨的狄龙马上就有了一个脱身的计策。有人讲，狄龙到底有甚物好计策啊？这就是脚底抹油，36个造车卫生。看这时，狄龙就加做定睛，对迄阵山贼啊西数讲：“张兄弟，看何应钦也只有伊家己一个人尔，那李龙山遮尔啊侪路兵，大家家真正是遐尔啊切卡，遐尔啊歹叫嚣。”狄人讲：“明虎是袂伫个高群，湘军也难敌四手，只被咱做一个拢该刺过去。”何应钦伊技术三条六臂，也绝对是孤掌难鸣。阿公啊，我甲恁讲哈，想哪法好通去抓着何应钦者？本寨主不但要以重金来收束，也要阁将我的亲小妹玉凤来嫁予伊。但是啊，这就看恁的本事咯。观众朋友，恁看。看狄龙每一摆难到甲这关键时刻，伊总是会出一个予人看会到佮食袂到的大饼，叫遐下骹手的人替伊去送死。这就叫做兄弟兄，弟弟弟，随人顾家己。那国继续来讲，狄龙的话一讲了，迄阵唔知影是我的落脚马枪，迄大哥是听甲中心啦。因安尼风高三界，安尼互相激一句过来，又佮激一句过去。随后呢，一大群人都纷纷的抄起了手内计时，去围点的何应钦的两边边。其中有几个啊较爱国的天头鸡啊，佫真正是为了狄龙所开下迄张空头机票，去甲何应钦伫咧拼生死。这有影是大时代，唔只去予人骗唔知，看这帮唔知影死我小卒啦，也少想要去甲何应钦拼性命。这敢是鸟食盐，讲蠢死，无唔对。看这时的何应钦，从手内卷变一挥，就安尼啪啪啪啪啪啪。李龙山的骑兵是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双，一帮领大哥，就有几路的人去死在何应钦的卷边下面做鬼。啊，就是江峰在咧拍甲怒苍苍的这当时，狄龙伊就偷偷的对狄虎讲。哎呀，李弟啊，你该看何应钦功夫，确实是相当的了得。咱难赶紧离开，搁刷落去，就袂负咯。大哥，你言之有理。我一讲了呢，狄龙甲狄虎一调转眉头，就趁着混乱的时阵，为一抓紧叶霞的小路离开了李龙山地面。我讲啊，当狄龙因兄弟啊走了后。忽然间就去听到林军外面有人大声伫咧发：“左手将路兵，狄龙最恶多端，你千万唔通被伊所骗，来做一个无必要牺牲。”大哥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系拄只阿个拍甲多多见血的何应钦，含甲李龙山的假贼兵，一回头一看，嗨，第时阁是高进来啊！就安尼呢，伊双方也拢收下了兵器。无搁再继续拍落去，即刻就让出来一条路，予高进来到因的面头前。唉，这边的何应钦，当伊一见到高进，就问讲：“大哥啊，你是怎样搁再倒来呢？”二弟，我从包大人甲和尚到山下以后，就一直想讲，即地要去到你的军营，还有20几里路，想你高进一人在这地梁山，大哥我。啊，真袂放心，所以我就先将包大人等人，甲安置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山沟啊内面，然后就我倒转来山顶，帮助你擒那狄龙。弟弟，那狄龙的人呢？狄龙，伊拄只阿哥伫咧只个狗仔鸡甲边，伊的人呢？哎呀，大哥啊，你看小弟我，只个甲只小贼兵拍。煞无去注意狄龙这个臭小子，到底是走去倒一位？高进一想，马上就讲：“哎呀，唔好了了，狄龙已经倒走下山去了。”我头呢，高进就对遐山贼来讲：“
张兄弟，您看德中伊这种人，伊做事做理，全然都无半点江湖的气息。请问，德中敢有值得恁为因来拼生死，还是？讲完嘞，高精就拨开人群，骑上了战马，为朱义天的方向一路飞奔地去。高精马不停蹄来到朱义天，是安尼来来外外上上细细找了几半日，但是伊怎样就是找无到德家人，到底是秘伫多一位？当高精又搁再跑过倒来到头一道正门的时，伊是甲水头送去对何延庆讲：“哎，二弟啊！”我来晚了一步，敌人因规家伙啊拢逃走去了。大哥，你也先卖着去。我看敌人这个臭小子是走会过吹，走袂过十五，走会过下想，走袂过庙。请放心，小弟我一定会将伊抓倒来治罪。对了，那包带恁的人呢？即阵压伫山下。好，那呢，咱。就赶紧落山去接包大人回啊！话讲这个时阵啊，忽然间就去听到前门外有人两个真大声话讲：“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呸！啊，恁这阵唔知影天地有几斤重的山贼啊！俺赶紧放下手来兵器，想哪家阻挡本王者，我定要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这何延庆甲高精详细一看。原来是定定王何延平带着一大堆人马冲来到山顶，这其中还有包拯甲陈霸因几个人。这人讲拍好俩擦亲兄弟，会看到这番情景，何延平就行出山寨，甲问讲：“兄弟啊，我唔是叫你在山外过守军呀，啊你哪会来到这二龙山呢？”哎，大哥，是你啊？啊！我看你一记出去，到甲四记阁压袂倒来，我心内就担心讲，你是毋是去拄着啥物麻烦？啊！我毋只会带兵过来看来一下，吼吼！啊！无想到，我一来到二龙山的山脚，啊！煞千拄千的去拄着包大人，伊对我讲起了二龙山的情况了，啊！我马上就冲来到山顶，要助你一臂之力。嗯，延平。你真是怪好兄弟。随后呢，何延庆就走来到包拯的面前，双手一举，对讲：“包相爷，本王未能及时前来搭救，让你受惊了。欸，中孝王，你讲哪里去？今日若不是你甲高拯内应外合，本国这条老命也唔知会变成怎样。对了，那敌两个人敢有抓到？”这，哎，只怪我拄只拍得欢喜，伤过大意，煞去予丁荣这个小囝偷走去。哎，高精就讲，伊拄只去问了一个小路兵，这才知影，襄阳公主甲狄玉凤早早就逃走下山。啊，狄荣甲狄虎，因是趁双方伫咧奋战的时阵，为后山一条小路离开的。这时的包大人就讲。这阵的大宋国，并无敌两个安身立命之地，伊唯一能够去的所在，也只有显现国，并无其他的所在通去了。何延庆就应讲：“哼，不管敌两走去到天边海角，本王也要将伊抓倒来治罪。”包大人，以我之见，此地也不宜久留，请速速回家向万岁交旨。中孝王之见正合本国之意，回家以后我定会向万岁奏明事实。中孝王，那本国就此告辞。且慢，看这个时阵的何延庆又搁在想，万一迄个诡计多端的敌人，那派人埋伏踮伫咧半路去劫杀包大人，这敢是前功尽弃？小心了一帮人啊！何延庆就讲。包相爷，你是万岁钦差大臣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啊那无就叫延平将相爷你护送到京城，安尼较保险，我也较放心。你看怎样？中孝王真是一个世弟之人。啊好，
那本国恭敬不如将命，包相爷，请上奏了包大人。何应钦就对高进讲：“大哥啊，你赶紧去到主察官投奔穆元帅，将功赎罪。我这就往雪后山小路去抓敌将，然后我再去主察官甲穆元帅大军会合。殊不疑敌，咱奔逃行事。好，弟弟啊，你家己也要多加小心，咱后会有期。”包拯甲何应钦等人拢离开了。高靖也将这李龙山的下土匪兵就地解散，将一寡较值钱的金器拢甲搬去到后山洞内收好势以后，高靖就放下将这个贼首全部拢烧杀，然后就家己一人拍马渡山直奔主察官地去。高靖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主察官的城墙下，一见到收城的士兵以后，马上就亮明了身份，过了片刻。只听到主察官的城门哗一声，一个士兵就走出来讲：“将军，八千岁请你入来见。”等高靖来到辕门外，露了剑眉，一脚踏入到水啊！详细一看，嗨，啊，为什么坐点水长正中央的人，并不是穆桂英元帅，竟然是白贤王甲谢老太君？阿哥来看，这个水塘的左右两边，也拢就是一挂生山面的将军。小燕请了一帮呢啊，高靖就大步行来到八贤王的面前，这三气半大，撩开剑棍，双脚跪地去叫着：“八千岁在上，拜上高靖，前来请罪。”八贤王详细一看，就问讲：“你真正是荆南王高金的大公主高靖？”正是在下，高靖啊，你是从何而来呢？王爷，真是一言难尽。随后呢，高靖伊就将咱进前甲大家人所讲的经过，原原本本的对八贤王赵德芳讲了一回。是，这八贤王一听，啪，一下就为暗道登落去，迄一时间是气甲面乌面青。一起身就骂讲：“好，好你一个敌将啊！无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欺君逆子、大逆不道之事。好，这笔账本王就先甲你记下。咱平灭南唐班师会调之时，就是你伏法之日。高靖，本王带领你解救包大人，又讲这条大事，我就唔怪你。从今以后。”你要在穆元帅帐下效命，随大军出征。多谢八千岁开恩。哦，对了，请问王爷，这帅场之上，因何不见穆元帅呢？唉，你都有所不知，穆元帅大兵出战，被南唐的三丘将卢刚所伤，这阵啊，就伫后帐休困，暂时也无法度通处理军中事务。哦。原来是如此啊！那文公的人呢？文公，伊之前也是被卢刚拍得落荒而逃，即阵也唔知影生死如何。后来呢，本王就派五军虎虏去出战，但是因也双双败阵而回。哎，这那按照王爷你安尼讲来，南唐迄个杀手将，果是真厉害啊！这八贤王就讲，卢刚的枪法倒是无甚物高明之处，只是伊有一粒走线当腿，下脚确实实是真歹对付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话讲啊，就在八贤王甲高靖两人伫咧对话这个时阵，城门外就传来了一阵又一阵安尼乒乒乓乓在火炮连天的声音。一个拿机关是走到顶开啊，接袂到下开入来报讲报，兵王爷，杀手将卢刚又来讨战。这八贤王一听，呵呵，是照老规矩，叫阮命人挂起面箭牌，等待何应钦的援兵拿来，再作安排。这边高靖的心内就想啊，为什么八贤王唔肯派伊出战？
敢讲啊，就因为伊是下风山的一个败军之将，加伊拍袂赢卢刚死啊无？想了一万年啊，古井就讲，王爷，我来到朱察官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将功赎罪而来。请王爷让我出殿应敌。这不贤王心想啊，英雄时啊，伫咧惊城的时阵，这虚头虚尾有听人伫咧讲，江南王高锦的大后生高景是一个白马运枪将，高家八把的花枪，伫咧伊的手内，迄是练到十分的出色。但是啊，这人讲，逆天为父，眼见为实。高景伊到底是有偌大的本领，伫咧北贤王的心内，确确实实是存在淡薄仔怀疑。对安尼，北贤王也真婉转的讲，高景啊。你拄则来到了主察官，也是先落去休困，落去休困。管我之事，但明日再过来商议。高景就讲：八千岁，看南东的敌将欺凌太甚，以三番五次前来讨战，藐视我天朝大军，叫我哪有法通安心去休困？请王爷速速传下将令，让八将出城应敌。上言道是可忍孰？不可能，我高精倒是要看看这个南东的杀手将到底有多大的本领。是啊，这人讲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就歹看面。当当大宋国的征南大军，嘿那一直纠点伫咧主察官内，嘿这敢是予人笑甲落嘴去？咱来看这细长顶面的八贤王，伊一边去抓着翠秋。一边就歪头去看向了老太君的面，希望老太君会当予伊一个啊暗示。毕竟，诶，北贤王并不是武将出身，若是讲要领兵打阵，伊阁确实真外行开。话讲这时，老太君先是详细去看了高景的模样，然后就对北贤王轻轻的点了点头，笑笑表示命令。得到老太君的应允了。北贤王就讲，本王就予你出城去试看卖，我甲老太君就来甲你关阵，为你加油助威。末将得令，撇下了军令，高进一转身就快步走出帅帐，嘣，飞身上马，直奔朱察官的阵帐里去。国继续来讲，大兵出了城门，来到两军对垒的阵前，高景就去看，敌方的军队是扎扎都亮出来一个阵型，在队伍正中央有一个手举双枪，全身拢披麻大厦小将军，坐踮了一匹乌色的战马顶面，迄是间怒目狰狞，看对方迄落架势，好亲像是要将人拆食落腹的模样。这高精心想，那个人应该就是南东那个不可一世杀手将卢刚本人。无唔对，自从卢刚伫咧这几年啊，连续拍败了穆桂英、甲姚文公，啊五坤五金钉妇女将将以后，迄哪要论真讲来，卢刚的元首也算是补甲差不多了，伊应该就倒去向南东的侯王请功，安尼唔就对。可是卢刚却是感觉袂什么关系，伊三两日就带兵过来朱察官叫阵，笑想要靠伊迄招独门的绝技来将宋军爷几万大军拢一网打尽。可以无想到的是，前几日啊一直高挂免战牌的穆桂英军队，啊为什么有一个敢食天地会的人会出城要来送死？当卢刚去看到高景了，迄就真嚣摆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无名小卒，快快通名受死！哼，休得夸下公言，本将军乃是大宋征南王高锦之子高景。本差，你假是杀手将卢刚？哈哈哈哈哈！是我无错，新哥的，本将军看你今日上阵，也是白白来丧死娘娘，我劝你。赶紧收兵，都去叫穆桂英献官投降。如假不然，呵呵，本将军我手来相枪，绝不留情。高景就讲：
这落水水手，含真在嘞，脑在掉，就先将伊来拍败，啊那无就唔免点伫咧即个上大坑蹦乖乖。好，高精安尼一个劲，系鲁江双手一摆，嘿，就天开了计势，拍马向高精这边跑啊，唰！安尼一顶一下就甲刺过去，这边的高精伊一招狂风摆柳的枪法，先是将鲁江的双手砰一下就隔开，然后又搁使了一招像风车轮甲风车轮，迄一款使人眼花缭乱的八八六合枪招数，安尼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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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伫咧鲁江的面头前，迄是人甲有血有泪。要讲面对着高精的八八六合枪，鲁江也只有交界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经过几个回合的计招，鲁江已渐渐就自战不掉。看这时，鲁江伊武甲规身命官是甲臭臭的，系手内上枪，人着也无像拄只遐尼啊流利。不管怎样摆平，伊就是拍袂赢高精。这时，鲁江心内就暗暗在咧想：哎呀，看这个白马运枪将，真正是来者不善啊！我啦，以目前这个剑法，阁继续甲伊拍落去，必定是会吃大亏。这有道是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作用。对，我就继续用这走山东腿来冲伊性命。这算计一定，鲁江即刻就拍马离开，高精就跟在咧后边发落，完成，你的时机已到，来。那么，面对着鲁江的走耍大飞，高精伊敢有法通去应？亲爱观众，因为咱节目时间的关系，今日的故事从后就先为恁来公告一下，咱下回再会喽。好，感谢聪啊，今仔日的故就先为恁公告一下。假如您想要看到更加多的广告故事，都可以下载一个手机软件看的文 APP， 然后啊，来找道庭来广告这几字，就当然看到阮节目以往的内容啊。道庭来广告，每一日拢带予您精彩故事。好，那伫个节目最后，咱上款来用闽南话读古诗。今仔日的节目就您播送到这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闽南俚语，其字同理心，组合立东吴，汉地和下土，水地搬中餐，立立皆辛苦。闽南俚语，其字同理心。组合立东吴，汉地和下土，水地搬中餐，立立皆辛苦。就看下来，喷海沙坡顶的蛤蟆壳，然后伊就用一条幼丝啊，将蛤蟆壳一个一个穿起来。这下一条真水的链啊！这两人在买很多暖餐的中，这路径窄，行路轻，个性兵怀桃，将因包围，跟紧嘴花，秦兵顶诶顶，无顶啊啊死顶都进乱箭的中。阿妈知影土地内面出黄金啊，头人讲。那么就请去经济行买品和苏先生吧。李成功想了想，就搁收了一万，伊激动地讲：“咱斗阵去土地顶经常休息。”